22日，香港敢讲敢秀的巨乳组合 AD2 与火辣无尺度的成人节目女主持 Vanna Lane 共同现身计算机展。一向以暴乳服装出名的 AD2 今日只是小袖内衣及半球，两人自己都表示今日穿得太保守，更大爆在家里都不爱穿衣服。我们今天做了很好的防护措施，贴了乳贴，带了露巴，然后穿了巴，然后还有这么保守的衣服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是很保守。今天其实我不喜欢了，我还是喜欢没穿衣服的样子多一点，穿少一点就好看一点了。是啊，而日前的香港杂志恰好报道出 AD2 不卖银价，更打出单飞双飞不同组合。今日 AD2 强烈否认，并说内地都有商业邀约，根本不需要卖银。那个是假的，是假的，气死我了！什么1万5万下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看不懂。什么两个发誓，我没有做过。如果做的话，什么就变成 VN 了，那么丑。这挑衅也太明显了。而 AD2 不仅笑香港最大胆的成人节目主持 Vanna Lane 丑， Amy 又送一个矮字给他，最后更表示 Vanna 的节目内容让两人作呕。有看过那个信女吗？她太爆了，不是很高，到我这里很矮。然后上次还弄一个倒的量字给我们，就是我会送他一双鞋子，高跟鞋给他，对，就高一点就漂亮了。对，也不漂亮，也要整容。看他这么性感主持节目，我们会不会想尝试一下？啊，如果那么性感不行，他做的那些东西我们做不到，太恶心。而 Vanna Lane 更不甘示弱，早前与节目上的大胆言行已遭停牌禁播，更传出不愿配合公司应酬而遭解约。听到 AD2 的赠言，更是直呛 AD2 两人丑就算了，外传两人双飞的包养价还这么低。双方与访问完合照时，更在媒体面前上演骂战。双飞嘅我有留意，我觉得佢太低了，低到好离谱，即样衰没有问题，有即后生啦，同埋佢都有身材噶，为什么可以咁低呢？哋起码最少都10万啦，最少啦，双飞价喎，系咪？咁 Vanna， 你觉得自己值咩价？我从来都唔知道自己值咩价嘅，因为我未试过俾人问价啦。咁如果我真系要嘅话咧，我希望嗰个人会包养我一世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